位，我是教练 Coach， 今天来抽新的转盘。新的衣服是这个银星之上，听说它是参考滑冰的。那我们来看魔杖，是一个紫色蛮好看的魔杖，还有一个泡泡，那它魔杖效果也蛮好看的。来看一下它的特效，哇，是一个魔药的感觉。啊，它的手势是不是攻击的方式？哇，它的攻击方式也是有点阴柔。好啦，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新的卡牌造型，闪电杀，哦，就是银色的，然后声音蛮好听的。好，那我们来开抽，我们先抽九支看看，如果有中到三步杀衣服或魔杖其中一个就收工。哎呦，不错哦，居然没抽到金币，还不错还不错，第一个三金没抽到金币。来，魔杖，哇，差一点点，这把又没抽到金币，蛮赚的，蛮赚的，有船体，来看一下，再三只，再三只，来，我们等一下，我们冥想一下，感受这个世间万物的气息，巫师世界的魔力流动，有没有？再来一个魔杖，魔杖，哎，有衣服吗？魔杖。哇，哎，这不错哦，我又没抽到金币了，前九抽连金币都没抽到，哎，不错哎，我觉得可以再抽哎，想一下想一下，看一下历史记录，哎，看不到，好，没关系，哎，哇，真的看不到，那没关系，金币还有22个，应该代表我没抽过金币，我记得它就是22个啦，那我们再来感应一下。巫师世界的魔力流动，拜托，魔杖或者清空床品也可以，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，想一下，酝酿一下情绪，就跟大便一样，需要酝酿一下才会出来。我是说魔杖出来啊，好，有了有了有了，给它抽下去。有吗？哎、欸，魔杖，魔杖，魔杖！哎、欸，有有有，这个大币有大出来，很顺畅，很顺畅。哇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十二抽就有中魔杖，而且没抽过金币，刚应该没抽到金币吧？对，没错。哇，这个很赚哎，这很赚，这很赚，怎么办？该不该继续抽啊？我到现在没抽过金币哎，今天运气很好哎，是不是可以抽一下？赌了啦，哪次不赌啊？给它抽起来，不要金币就好，不要金币就好。喂，衣服，哇，差一点点，不过还行，没抽到金币就赚了，就赚了，很好很好。来来来来来来，今天运气不错哦，这是第十五抽还没抽过金币哦，还有九支钥匙，有没有机会？酝酿一下。赌了啦！不知道观众会不会被我吓到、欸？哎、欸，有没有？哇靠！有金币，有金币，完蛋！第十八抽，你不过抽到两个十七，还不错。来，我们认真的把它给抽起来，认真的抽，认真的抽，想一下再抽。感受一下我的运气在哪里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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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抽下去，不要金币就好，来个史诗，有有有，碎哦，史诗拆一包，史诗拆一包就成功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有机会有机会，很棒很棒，剩三只钥匙而已啦，阿贝啊，我剩三只钥匙而已啦，出事了阿贝，三只钥匙给我中一个。哎、欸，衣服有了！哇，运气很好，运气很好，赞了赞了！
阿贝，哇，阿贝对我很好，谢谢阿贝，谢谢阿贝。来看一下新衣服迎新之上，哎，这个动作算是蛮优雅的，但是我觉得略为不适合男生。哇，没有新衣发条了，那我先去处理一下，等下再过来抽。好啦好啦，我已经把我的宝石给处理好了，那我们来买一下发条，幸运发条。那这把有没有机会把三步杀带走？感受一下，心平静气，有没有三步杀？三步杀！哇，没关系，我们把非凡卡包给清空了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现在才几抽而已，看一下，二七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来，哇，这个等下三只抽下去就只剩下最后一抽了，四只钥匙啊！阿贝啊，真的出事了，阿贝，再不给我抽到我就没办法抽了，拜托啊，阿贝啊，求求你啦！你看我氪了这么多，阿贝，给我三步杀！哇，阿贝，给我三步杀，阿贝啊！哎、欸，有有有有有！哇，可是我这是第几只钥匙抽到啊？好像第二只钥匙抽到、啊。对，没错，所以他退我一个吗？对，他退我一个钥匙。哇，二九抽就清空了，太开心了吧！这是我第三次三十抽以下清空。好啦，那。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啊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别忘了打开小铃铛。大家拜拜。